我们刚刚票了已经问好了，我们刚刚在就是那个大连港，大连港的话它是从嗯每天都好好多班。突然下了。好。哇。昨晚买的。我们昨晚买的，但是它开口了，熟得太厉害了，有点苦了，我们准备把它吃了就离开这里。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甘井大连市甘井子区的钻石湾旁边，就是海边。我们这个车啊停在这边将近快两个月了，因为我们大连也冷了，我们准备要离开了。现在把它开到，我们查了一下是在大连港港口坐车，我们坐船把房车运到烟台去。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去那个大连港附近，我们查了有十二公里是吧。嗯。哦，还有一坨肉，你就一坨吗？对啊，你吃吧。两坨。嗯，你吃，我刷完牙了，不能吃。我也刷完牙了。那一人吃一口。好呀。差点点不燃火，对不对？我不，我每天都点一次，我每一天都点五分钟，我怕太冷了点不着，因为这段时间很久车都没动过，现在出发了。热了车，我鞋子呢？鞋子在后面。要光圈咋最巨大？二点八。关键就是作为关系会更好一点。这个是海参，昨天买的海参嘛，我就把它切了，水煮一下就可以吃了，加点那个酱油就 OK 了，即食海参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吃韩国泡面，泡菜，酸白菜，是辣白菜。这海参这么软的，塌掉了吗？它不是挺硬的吗？拿这个勺子。怎么一下就软了呢？不要。这是没有冻住，这个冰箱开的不够冷，所以它有点软。对啊，吃果冻一样的。对啊，这是果冻一样。它这个为什么新鲜的海参也有点那种碱的味道？很正常，海水的味道，正常。这样子啊，我们上次买的那个从你老家寄过去的那个干的，它也有这种味道。这是干嘛用的？装辣白菜。给你，你要再来点吗？你先吃吧，我拍一下你。你不加辣白菜吗？加到碗里面去，加到勺子里面去。嗯。加勺子里面。有那么点思密达的意思了啊。点泡面，嘿，要把它裹在里面，对吧？好吃啊！嗯，我觉得很好吃，我还吃了，就是超棒。嗯，走的时候再买点白菜。他们在海边撬了很多那个生蚝，在捡呢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昨天我跟你说的。对，我那天在海边说的那个。对啊，还卖钱吗？这真的，这个捡钱啊，相当于。很正常，就你们是。那我跟你说，从那边，那我们昨晚把车停在这边，那边有一个小缝，那边有一个缝，就在屁股后面。对。就那这个点，这个地方进去，然后就是海边了。
他们捡的好的，我们也可以等会儿去靠敲一点吗？去玩一玩就可以。就我们昨天晚上不是从钻石湾出发吗？要到港口附近嘛，然后就走到这边看，哎，这个位置因为都周围都在施工嘛，然后挺宽敞的，又没有人，又没有小区，挺安静的。我们就把车停在这里睡觉了，准备白天再过去。早上醒来看看，好多人密密麻从这里过去，原来那里有个缝，刚好这个门后面就是海边，他们捡了很多两三麻袋。等会儿我们也去，要不要我们也去捡点吧？烤个生蚝啊！太难了，很危险的。嗯，多危险！我在洗碗哦，我平时是有洗碗的哦，我没有煮饭，但是我有洗碗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免得大家误会我。在海边。哦，你看隔壁就是海呀。对，往大一点，往大来看，你也一直海边，这是海，蓝色是海。都没有路了吗？我们停在这个位置。你看，旁边还地铁呢。就大连这种地方，就你要买个海景房还是很容易的，因为四周全是海。就类似于一个都是海，嗯、都是海。我们是从荆州去过来的，对，就是那个金石滩，我们在那边困了，嗯。对。等会儿我们到时候我们要坐船，从这儿到对面，到烟台去。对。哦，他还卖钱，还卖钱，应该是卖钱。应该卖钱，有人在买了，已经有人来买了是吧？嗯，对。嗯，卖钱，海里吧。嗯，这专业的呀。哎，我每天这种从海边就捡，不过这边越捡越少了，因为这种捡的人太多了。过度里面捞嘛，就基本上海岸边都没有，都要去里面很深的地方去捞。房车停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从这个缝里走过去，就在海边了。他们去钓鱼，就这儿了啊，来这儿啊。走啊，一起来！我还没起来，发现好多人从侧边边走过去，然后声音又很响。这里还不错，我觉得。那边更大，我们很安静啊。我刚才已经替你走过一遍了。而且今天不冷，它出了太阳就不冷。今天平均温度在十度左右，嗯，还挺舒服，所以不是很冷。哇哦，海边啊！从那边出来就到海边了。早上我看到那个像那个。就是穿了一个潜水服一样的，他是在掏海蛎还是在游泳呢？你看，好蓝的水呀、啊，清澈。哎，这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海就是黄的呢？海水水质不一样吗？对，这水质。你们那边的海就是黄的？谁说的？你没有到深海去。那人家也是在岸边，你家也是在岸边，你家就是黄的。大连真是个不错的城市啊，我觉得真的大连颠覆了我对东北的认知，我认为大连真的不像好像跟东北毫无关系一样的。来大连买个海景房应该比较容易的，而且大连这边的房子很贵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那钻石湾，我觉得那边好偏啊，那边要3万多块一平方，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已经很偏了，但是它还要3万多。走吧，哎，差不多有了，比昨天长。嗯，对，哎，比昨天长。我们越不走，还……哎，这个怎么像空壳似的？这么大啊！这两个。啊，这是两个。你看这个，这个。啊，这扒了就可以，加点蒜末就可以吃了，是吧？啊，不用蒜末也行，吃了就行。直接能吃啊。啊。真好。啊，牡蛎。这牡蛎、啊，这不叫生蚝吗？啊，好的，不一个意思吗？对，一样的，它是一个大味儿，一个大一点，小一点。嗯嗯。那个养殖的就叫那个生蚝吧。啊，对。哦。这个野生叫这个绿鳞。嗯。大
连这叫、啊、大连这叫海蛎子。对，他们说这口感不一样，这个给我纸巾有没有？没有，那个没关系啊，你跑吧跑吧。好啊，它是挂身体真好，该游啊泳啊，锻炼身体。所以需要这个呢，它居在礁石上。我们现在从海边回来了，准备去那个伦都那边看看，多少晴？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五度吗？多少度吗？室内，你看室内。室内啊，25度，怪不得这么热。几公里啊？啊？几公里啊？4.7公里。怎么？看一下需要什么费用啊，多少钱费用啊，明天的票能不能买到啊，还要不要核酸啊，应该是要的，我想想。问一下。我们刚刚呢已经把一张票订好了，是在那个大连港订的票啊。从我们坐的是，因为我们这个房车在大连厂家嘛，他让我们去那个港口，房车从那里出比较好出，是从大连港到威海，我们到威海的票的话，车票加船票一共是1040。现在我们做个核酸做了，他要48小时核酸，做了核酸，明天早上早点10点半去那边坐车就可以了。那现在我们要出发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好，拜拜。